OK， 开录音。好，你开录。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？有人知道吗？休息。Amen！ 你看这么大的池子在这里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五位弟兄姐妹要受洗。你知道神的心好高兴，因为呢，他自己的儿女再一次回到他的家里。我们自己做父母的，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哪一天突然不见了，但是我们把他找回来，你说我们的心是不是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形容？今天我们的父神也是一样，他很高兴，他已经在这里预备好了，要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今天的洗礼。好，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候一下，问他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庆祝。Thank you.
在世界。
这是你所要的，你自己借着你所爱的耶稣，所父神所要的是那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主，让我们有机会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，无论是生活中的担子，无论是这一周的遭遇，我们身体上的病痛，或者我们心里的困扰，在这时候的人在爱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的放下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畅游这一位神的时候，这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，我们信靠，而且我们愿意描述我们所爱的这位神。主要在今天早晨，在科坎这里有许多人正在跑步，马拉松的跑步。主，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愿你荣耀降临在这里。主，因为你所统管万有的，不是只在这建筑物里面，乃是在所有你所造的人的心中，你都乐意向他们显明你是满有爱，你是有公义有慈爱的神。主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虽然不能来到，因为我们有罪，但你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好让我们因着信靠他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这是我们同心的信靠和宣告。所以当我们在唱一次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不单单是描述，乃是我们的坚信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唱一次。